你又俾筆錢啊？你看爸爸妈妈都很辛苦在工作，就是因为要让小孩子过很好的日子。我印象以前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还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养五个小孩。这个不好了哈。但是那个时代，总之比现在时代起价会起啊。对，真的。时代不同了。时代不同。高顶迄个种卡台，跟台生几啊年是民国58年、59年前，啊，这就差不多62年、63年前。这较早是毋拢插？嘿，拢加插。较早这古这拢正常。伊为着台头啊，为着高顶，迄就是人个厝边吼，啊，就是咱布条啊，毋就。较早农家大家拢饲鸡啊，啊，爱甲你放盘去田底，球好食。即摆你若要来甲伊去会面的话来讲，大家厝边啊感情拢拍歹。啊，首先啊讲，一啦，唔甲伊迄落啊，明明咱做主拢有啊吞了了，头先吞了了，啊讲啊无自己来种地个，啊也是因为去目沙野塔，看讲诶，迄竹笋就敢若未歹，啊好，笋就转开始去食。迄当阵，只干那我甲迄个秋生种，嘿，迄拢无人种，啊，就是看种讲哎，销路未歹，迄当阵拢唔免卖啦，你销嘛几好，嘿，计销够好，要够拢唔免卖，少济人，迄落啊，啊，所以买啊只，大家直种，啊，即摆近来就无啥会使，近来即摆就是干那因为老伙仔干做一个二娘安尼尔尔啦。你卖来要靠这吼，算袂活，像这吼拢爱完全要手工，很大的力气的。无你这，拿去买一台小乖乖啦。小乖乖，机械化的。那安尼区别，你会想出来？那讲这是要创啥意思？那区别啥意思？伊这个表啊吼，就是当季钱啊啦，咱当季左右吼。当地左右要整理啦，伊个老爹做阿公迄种要甲砍掉，一路老甲做老爸，是安怎样做？迄届即个武大，南澳武大遐，我捌去看一届吼，伊即个做老爸拢甲厝阿盖，伊煞哩，但是伊迄个产量就万里，将近差不多无迄个要。生产的时就拖较慢，差不多慢哩。但生量佫产量佫少。产量少，无但性佫再伊个较慢，伊个原理就是呾安那钓个。即就是佮恁有妈妈的孩子，也许就无妈妈的孩子同款。敢像咱猪母，你若无猪母，猪仔囝咪才会活，所以伊活啊嘛是较慢开，无人去照顾。啊，就是即个老迄个做老爸吼，跟排伊迄个气力，所以。才会较早，啊，即就差不多冬季左右啊，拢爱老的甲草啊盖啦，吼。要搁再一下，就是种的伤济、伤杂嘛袂使哩，你爱甲草啊盖，爱甲草啊盖，下好跟距离差不多拄好啊，安尼。哦，啊，正开了啊，就爱甲水甲施肥啊，肥少，爱甲下落。下落一路差不多就留等啦，等甲。这个清明前，啊，就差不多拢是清明前啦。清明前，拢是迄个春分前就先来探草，还有清明前、清明左前后啊，拢爱甲背土啊，爱甲背倒转。整理的时，像这土拢爱甲开开啊，而且像开开，比如讲，就像这竹头安尼吼。比你这枝竹笋要发你家来，才有竹头，伊去甲伤害着，啊，咱就是迄个竹头要甲割起来，可以发正有迄个空间通啊发，要无你即摆去夹着竹头啊，伊迄个竹头竹笋就发发跟不归唔正怪。即、這个像这割竹头，而且一种一佫一种就是讲啊，今即个位都已经无啊，啊，咱爱只土，所以就爱佫割这竹头起来。这头先钓什么款？
就是那个。哦。几年后就会变成这套。这几年阿公寄的几年？阿公寄的三年。